记得不要第一时间补血啊，不然肯定肯定是。哦，我懂了。等他大开大合的招式打完，机会来。这里我们顶住一切方向键，设计 BOSS， 并且直接把方向键顶满。搞定，这个 boss 的视觉动作跟前作那个完全一样。嗯，再打一次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，我都不行。这一定有什么意思？赢了！我赢了！Now I know what killed those prospectors. Until Grease hears about this. 都是那个谁了？就那个男的，气死！什么难度？绝地大师吃大便了！好了，赢了。总而言之。